就是这个欧光和异光，它的这个相对光强。如果说入射线在主截面内，欧光和异光的振动方向相互垂直，因此欧光和异光可以作为两个垂直分量来看待，就可以直接去分解。这是对于这个相对光强的问题啊，你可以去做分解。这是你可以直接去做分解。响度的一半。因为欧光，如果说入射的话，主截面的时候，那主截面和主平面重合，主截面是法线，就是没错，主截面和主平面重合的话，欧光和异光要垂直，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看看。直线偏振光，当晶体绕着寻常光线发生光向旋转时，屏下欧光亮斑不动，而异光亮斑绕着欧光亮斑做圆周运动。OPA 为晶体截面，OPA 为晶体截面，就沿着这个方向去分解嘛，马里斯定律进行分解，就像 E 分解为欧光和异光的方向。我一开始可能是这样，它的振动方向呢？这是主截面，这个和主截面是平行的，它这样进来的。
然后一个垂直主截面的方向，一个垂直主截面的方向。的方向，不同的方向。正经题，负经题。V O 大于 E 是正经题，是。瞎讲，我说这个，今天就是马里斯定律就去分解，我觉得还好。双子是平整齐的话，就是，双折射偏整器就是那个。O 光和 E 光都是偏平的光，就是有些器件，一些棱镜。尼康棱镜，尼康棱镜，然后就是方解石，加拿大树胶。好像那个密，啊，因为它是 N 的话，那两个是不同的嘛。因为方解只是负经题，E 光的这个 B 比较大，B 光的速度比较大，B 光的折射率比较小，E 光的折射率比较小。然后，所以这就可以保证，就是这个面上呢，它有一个光。O 光入射到树胶层的角度要大于临界角。说这个。Nickel polarizing prism extraordinary 这个从那块给你用它，那一个全反射弄掉，一个逆光出来，O 光是因为全反射的原因就没有了。逆光的话，它就是说有反射有折射，有透射，那就是说出来的只有逆光。这个是尼克冷静的。入射断面为斜面，那它一个格兰汤姆森棱镜，正入射时一光一光不分开，
但主要点不同，速度不同，不崩开。因为电动车的话，它这个是垂直这个。我这么说，这路由器来的话，那欧光显然垂直于这个光轴，异光呢它也是垂直于光轴的，必须不分开。这种总是一样的。因为我郑州车不管它怎么弄都是对称的，对吧？都是对称的。其实是对称的，一样的，只是你看你怎么去看这个东西的问题，对吧？其实是对称的，是一样的，是对称的，是一样的。然后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还有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刚谈不上了，你就说的就是胶合面上的一束全反射，一束不是全反射。Canada 的一个手机啊，俄罗斯的冷静，那这个冷静啊是这样的，两个的方向是不同的。那个是 A 大于 O，一个是 O 大于 E，那么一个呢就是都会透出去的，透出去的这个东西不一样。它偏振状态不同的光，转化成传播方向不同。非常冷静，差不多，网友是这样。会向的一个延迟器，下面 retarder 圆偏振光和椭圆偏振光又怎样产生呢？这是从非偏振光上的线偏振光，那就如果产生圆偏振光和椭圆偏振光呢？如何能够互相转化呢？它进入相位延迟器。或者叫做玻片，在晶体内都可以分解为三个：两个垂直的欧光，一个欧光，两个垂直振动产生三个延迟，三个转化。就比如说这样，这垂直这样，然后这个，然后就是说我这个方向不变，但速度改变。想法就是说我这个光轴平行于表面。分解为欧光和异光，它速度不同，相位差。椭圆平衡就是说，它可能当然直线，可能不是直线，它不能说相干吧，因为一个地方它都强度一样，这样不能说相干。换了它的话就是 N0D 减 NED，V
不相差，你可以看到这，波片的不相差与波长有关。波片的不相差与波长有关，波长差是一样，因为波长差这个速度是与波长有关的。速度是与波长有关的一个变化，这个速度这 n 好像也是与波长有关的一般。快轴和慢轴，什么都叫快轴？O 光传播速度为 BO。后面有请这个字。那波面呢，一定为球面。E 光的这个传播速度介于 VO 到 VE 之间。波面为旋转椭球。波面为旋转椭球面。波面为旋转椭球面。然后就是这个快轴、慢轴，我就说如果正轴经理的话 ，O 光 O 的速度 ，VO 大于 VE， 在这个情况下 ，VE 的速度就是 VE，O 的速度就是 VO。正轴正晶体，那就是说 O 轴 O 光的那个轴就是快轴，副轴晶体的光轴是快轴，就是 E 轴是快轴。正轴晶体的话就是它有快轴和慢轴，传播速度快的光的振动方向叫做快轴，它有一个快轴方向，那有一个慢轴，对。副轴晶体的话就是，那 E 是沿着光的传播吧，那 E 大就是说是快轴。全波频率它会有一个相位差，这个相位差是 N O D 减 N E D 绝对值。这是让除以浪打乘二拍下位差，这是一个相位差。其实这个全波片是这样，还可以拍，也是没有什么影响。半波片吧，就要比较硬。这是正在拍，正在拍。四分之一波片，正在四分之一。
人家你就说直接点评，开骂打，也可以，也可以直接这么想，这方面开骂打，或者是快思维这种事情，全波片，全波片的话，其实对于特定波长的透彻光片，就是很赞同。那是就是说，可以通过波长去进行筛选，有的是透过这个原来的相同的，有的是不同的，就是通过全波片，就是它的不同的光之间呢。进行一个筛选，进行一个筛选。进行一个筛选。半波片的话呢，就是一半，实际厚度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图片的话，如果比半波片的话，它只是旋转的方向会相反。半波片因为加了一个帕的话，我们说。就是这个是半波片，就是它的这个规律是什么？就是n o 减 n 一般的绝对值，这么一个底等于这个什么多少派，反正二 k 派的话呢，就是对多少到哪 k 到哪就是那个，他们是 k 加二分之一到哪就是加到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就为什么说椭圆片的光通过半波片之后绕块轴转过一个对称的角度，并且旋转反向？你就这样，就比如说，我们把 O 光、E 光当成是 R 这些方向嘛，它之前那个方程不是 E 的这个 ZT 等于 I，EX 零 cos 的这个欧米伽 T 减。kz 加上 j e y 零 cos 的 omega t 减 kz 减 x 嘛。我假设我让这个外光再弄一个派，比如说再减一个派，
它剪个派之后呢，我这个 cosine 的这个 half 减派把这个负派写出去，就相当于加一个负号，对吧？你加那个这个变成一个派的话，就是变成等于算是加一个负号，就是减派呢就直接看到的这个被加一个负号了，原来是差不多的。好像那一个负号意味着什么呢？那我可能就是，你看那么这还是负的，一万零，在这个方向，经过一段时间，就如果比如 x 轴锐的话，x 轴锐角的话，它对出的轴是 x 轴减法是这样反转的，就所谓的左旋。那这样子之后呢，是负的这个东西经过一段。就 x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到达这里，就这样，就右旋，右旋，就反向嘛，对吧？然后这是图片的话，图片嘛，然后快轴转过一个对称的角度，它这个是旋向的问题，然后这个就是说，这样的话，转过一个对称的角度，那四分之一拨片呢，其实也是很自然的，对吧？就是。可以加一，四分之三，这个四分之一，四分之三，第三五要跟加一样。不止加二个二，这样才。如果说只是，k 加四分之一的，不是这样，2k 那是，二份 k 加四分之一是更加的灵活。因为它是二分之派的，就是以这个正椭圆或圆片的光，你看它那个，这个初始的光强吧，对吧？初始光强的正椭圆。直线片的光，快轴与入射光振动方向平行或垂直。不是光，那是直线变的光，加上四分之一变的。光线一样的光，你只有一个方向的光，另一个方向没有，那显然是一样，不会没有任何变化。如果35度的话，就是圆变的光，对，就是圆变的光，椭圆变的光，啊，正椭圆变的光。相对于光轴，那么正负就是相对于一些东西。快轴，快轴就是说那个光轴，或者说其他的一个方向的问题，就是垂直光轴那个方向。就是快轴、慢轴一般都是，垂直于传播方向，对吧？你这是一个轴，那个轴肯定得垂直的方向，就是说那个振动方向，快轴和慢轴都是某种光的振动方向，都肯定垂直于它的传播方向，这是最基本的横波的一个特性。椭圆偏振光，快轴与椭圆振动方向。实验方法。自然光，部分偏振光，完全偏振光。通过偏振片隔层自然光和部分偏振光产生近偏振光。
自然光，部分偏整光，完全偏整光，线偏，就是那个橡皮擦，然后往前走。染光，快照，正头变成光，这样就是这个快照，这个朝鲜这个，啊，这个朝鲜这个四分之一，那朝鲜的这个到这个，对吧？就这样转过来，又选那个光，那这个转回来，又回来，就全部。是转动偏整偏，完全无变化自然光。怎么说光强的地方？这个事儿如果有消光现象，原偏点光，因为原偏点光就相差这个四分之一。哦，对，有可能有可能，它也是，就是各个方向是一样，正的偏点光是一样，它也没有什么用光的话在四分之一。或者是，部分偏振光，就是转动，主动的，这是一个判断的过程，就是说，我。那这个就是一个判断的流程，啊，波片产生的光程差，这个其实很自然啊，就直接调它的这个嘛，波片产生的光程差嘛，对吧？波片产生的光程差，波片产生的光程差。比较 basic 的，然后就是说光的检测。如果说如果辨别一个光是什么光，偏振光的这个分析怎么去分析？就是说，就是那个这个转到偏振偏光波偏振它的定性分析那个问题。单侧光波垂直通过线偏振器。然后转动线偏振器。光强无变化，就是你要判断说，如果通过这个线偏振器，然后转动这个线偏振器，如果有消光现象，那么它就是光强的电价值为零。啊，如果有消光现象，那光强的电价值为零。如果没有消光现象的话，那再看情况，
如果光强什么变化都没有，那肯定是原片的光或者是自然光，啊，自然光，然后就要判断出就加一个四分之一偏振片，它就是在偏振片前加一个四分之一波片，就两个东西，一个是偏振片，一个是四分之一波片，先通过偏振片转动一下。你说直接通过四分之一波片，你看不看？就是说，你只要没有偏振片，你只加个四分之一波片，什么意义都没有。哦，什么意义都没有，就除了这个，这只是把一个体积换成另一个体积，它还是能看到，对吧？所有的看到没有？就必须要加偏振片，四分之一波片可能有可能，但是偏振片一点点，偏振片放到这边之后，你就看到这个四分之一波片，就是我旋转这个偏振片，啊，如果说它有消光，你就直接变成光；如果说没有消光，那我就，那就是说光强无变化，那是自然光或者色的区别，再加个四分之一。我说它有，就是说它有变化，那加进去就是这个部分地方不对，然后再加一个四分之一偏振就可以了，对吧？这是偏振光，光波偏振它有定性分析，哦，光波偏振它有定性，这个还是要知道的，对吧？还有这个光波偏振它的一个定性分析，然后就旋光性感应光效应这个差不多。叫做光波偏振态的定性分析。光波偏振态的定性分析。再次传播垂直中心变点器，光强度有为零的迹象值，消光。光强一些。这方面观察方向，这观察方向与，对，必须要。它光轴方向，为什么它极大和极小的方向？如果说是一个椭圆偏振光，那它极大的方向就是那个，那不都要转动的呀？波片快轴。你要知道，就是它。反正我都知道，怎么随意旋转，为什么要？大家要规定光的。反正我都要旋转的呀。
怕赚不到吧，我就是说。就是五千块钱一下吧，但是不是五千？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让他在性别已经在一块四个人里面已经关注了方向与极大和极小的方向？与某个特征方向重合？他找不到吗？区分这两个就行了，就加一个平整器，有消光的，它一定是那个透阳率。透阳或者月。
因为我已经知道了椭圆片的光，我要判断椭圆的取向和旋向。你看到偏点偏就。哦，我好像知道了，就是转动的是线偏振器，拨片的方向，拨片是不转的，拨片是不转的，那你转的是线偏振器。哦，这就是为什么要限制拨片快折的方向，拨片是不转的，它转的是线偏振器，对吧？转的线偏振器。然后呢，就是说我通过线偏振器转到它这个主流的取向，就看它是长轴、短轴这两个都可以，你可以看它是这两个取向，对。因为快轴啊，为什么没主流位置？初始光源的线偏振光，那都是那个因为快轴。就旋向怎么判断呢？就是说，我这个可以，这当然可以判断，就是说，这个线偏振光的振动方向，可以和那个是线偏振光振动方向。就可以判断，比如你加个四分之一的四分之一啊。